给我们很好的，给我们环卫工人还是蛮那个的。腊八节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，所以说我们想在这一天给大家送来一份温暖。我们一共准备了1500份，有很多老年人他们出门不太方便，会覆盖5到6个社区，然后总共的话大概是400-500份左右。没想到大概半个小时左右，我们就已经派发了300-400份了。我们这次的腊八粥是医生团队组方，加入了4神汤的配料，更加的固本暖身。是有针对糖尿病人，粥里面是没有加白砂糖的。